来，我就跟你比啊！我比他见面难，难见亲面的。 而且我在当时的激情，没有法知影。这就表示讲，有人希望我的心内乱，自相残杀。我心头就要了解，袂当受到这个伤心影响。 阿拉无得调解啊！即摆也是心存心处理当初亏待这个要紧。 咱中心啊，我先打头话。今仔日，你若是想要规定老巢，还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这局我是有真大赢面的。俗语人来讲，了钱的生理无人做，抬头的生理有人做。大家在商言商，你想我什么意气用事，这袂不过规身躯转向。 这狗啊，穿凉袍，嘛无亲像皇帝。妈的，在我面头前结派头、假大扮，你看了真正冰白想要吐。阮看你才想要吐啦！你对阮爸的口有什么责任？不管你怎么不管我，永兴饭店永远都属于永兴集团的，就是阮爸的，你免点么笑笑。 兄啊，你即马个是嘛就看到，是啥无法度啊？忍气求财硬要结起小台啊？哥，较冷静个。你免伫遐咧自恋无闲三百两啊？你若无存心要小台，敢着伫遐咧拼死命，甲即个当初伫咧烦恼啊？啊无，你即马是咧保身体健康，还是咧保读个一空个啊？ 蔡部长，你是要伫遐听讲废话，要听偌久啊？还要开始进入今仔日的正题无？今仔日的董事会是由大股东陈忠信先生所召开的。
今麦就请担当来讲话。我的目标真简单，就是要上无责任的罗家峰当署长甲编辑，然后马上选出永兴饭店新任的当署长，就安尼。蓝天星啊，我不是跟你得客气，你何必就安尼一意孤行呢？你出来高分，你会当继续留的，这我无差，我就当作是安你过去的情分。你敢袂当，就乖乖啊等分红啊。欠钱是会当还钱啊，重点你欠我敢是钱？欠命还命，你卖想要啥？爸，免甲伊讲遐尼多啦，家种人讲话哦，讲袂春车。你爱我免一心，带刀票啊！哎，阿昨暗山顶海边鱼翅鲍鱼啊，食到真饱吼。即马人咧相声，我们开始刀票。起风啊！等下该我用相，爱知影啊？啊，那是恁啊！你敢若想要甲我拆桥落房啊？所以若真正让我入住永兴饭店啊，你嘛是逐天甲我创空。无通好我好食困啊！你这个翻来翻去，拢你咧讲的，无你即马到底是要安怎？那要安怎？我想着一个拢全机密的方法啦。我找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啊，来代替我主导行这个局。卖想要变鬼变怪，改变啥啦？好啦，一零一总部，我知你真死忠，啊，不过你无所想着急到我肥，甚至想要甲我加。我绝对有把握啊！我找这个优秀的人才，你绝对无法度甲教的啦。我你袂耍袂，即马是啥物人是小狗，你又袂乱教。假鬼假怪，是啥遐优秀叫出来啊？查某人哦，大厝换家就好啊。啊，若要讲伊的能力哦，至少比啊你边啊这个扶袂起阿斗罗家峰哦，加好咧足侪啦。你即马是讲啥？哈？阮家父伊的能力是大概好落的，恁每个月二只了，一直咧甲考试啦。无唔对，阮国经营永兴饭店的成绩，大概拢看会到，每一年的营业额拢有成长，伊才是上适合的当署长。蓝天星啊，你免想尽办法在遐塞人。在经营饭店这方面，家父确实有伊的办法啦。哎。话唔通讲伤早，啊！若无，等下你会家己找歹看。去甲咱专业的经理人，甲请入来。是。变成个专业经理人，你敢唔知是哪一点？你来看一遍啊！原本我手头啊，30%永兴饭店的股份，今麦已经伫罗文尧手里啦，所以啊，伊才是大股东啊。原本我就是讲，阮要甲厝内底人共心，敢讲我看唔着他。伊嘛是我要推荐新任的董事长的人选。不知影，下边拢罗家的子孙，你无道理敢若挺大汉的，无挺细汉的。不再讲，罗家峰的能力若真正亲像恁所讲的遮尔啊好，伊哪有可能做一个万年的副总啊？
好啦，饭店这地啊，就交别人去经营看卖。我得靠你告诉你化缘啦。原本你认为真好的成绩，其实只是个放牛班的水准。我相信罗文尧也个标准够遥远啦。啊，是讲你连你家己的生后生，你都无多信任嘛？文尧，怎么到底想经营啊？大家心莫着急，既然陈忠信手中已经无有心饭店的股份，那安尼进行的提议，嘛无实质性的作用，无做关于在遐作风作影。啊，我今日董事会要讨论的代志，还是要进行。既然你提出罗家峰当署长不是案，大家想投票？好心啊，你上好唔当我爸失望的。赞成罗家峰先生继续做永兴饭店当署长的，请杨秀。赞成的三票。我马赞成。我无照爸的计划做，爸你真生气。你竟然真正反背我，无照我的意思去做。大海，我要拿我给你评。文瑶这刀也是剁不落去。天人通鬼，多谢你的收听。